你们应该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以前常常带他们来这边哦，算是一个巨型天竺鼠的那个游乐场。好，我们都叫这个地方叫荔枝城堡。为什么叫荔枝城堡？因为旁边这边都是荔枝树。那如果它在产期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满地都是荔枝，非常的奢华，我们乡下人才有的奢华。有的时候都市人你在外面哦买一串荔枝，可能称斤多少钱，好几百块，在我们这边不用哦，因为这边都是荔枝树，掉下来的荔枝哦，鬼头卡隆西啊，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叫它荔枝城堡。然后呢，以前常常会带他们来这边跑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如果你们想象他们是天竺鼠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巨型天竺鼠的游乐场。好，那当然啦，我们等一下呢就会 cue 一下我们的大大哦，大概的路线是这样，他们会从这边上来，然后呢从这边跑，走走走走走走啊，跑去那边，然后从溜滑梯溜下去，哦，那个是我们林金大最爱玩的方式。等一下呢 cue 他们来玩玩看，因为他们很久没来了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愿意要来玩。大大来，多给，给过来，哎呦，姑姑，大大来上来给，大大来。来，大，耶，走，耶，来，哦，大大准备用逆向的方式上来哦，大大，不过呢，就算他们没有上来哦，其实还是有个好处了，就是我现在站在制高点这样睥睨的观看着他们哦，其实视野也比较好，好，哦，来，大大来上来，来，大来，耶，哎呦，哦，水啊！我们已经大家最爱溜滑梯了，来，溜下去。哎呦，要修！等一下，你看，大大已经变成了，哇，好华丽哦！他那边呢有很多这种黏黏的这种东西，我不知道什么。然后每次他们一来，就会黏到整个肚子都是。等一下多多应该也是啦。哦，有哎，我这样看就已经看到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林金大这一身华丽的青装，来耶，下去，耶，走，下去，哎耶，去吧，嗯，老狼的平安呢？哎，别，我妹，因为我刚跟我妹来，我们就有讲说，他们等一下应该全身都会是绿色的，但是现在的大大，你看一下他的脚，他的这个。胸口这一块呢，基本上都是绿色的。我会鬼鬼卡，你看这个猪蹄上面全部都是绿色的脚毛。然后我相信也有很多，如果你们有带狗狗呢，在户外跑都会遇到这种状况。有的可能会是那种鬼针草，或者是我们叫恰杂波，就或者是整颗的那种哦，都会有。然后还有这种也是非常的恼人。通常回去呢，我们之前哦，我都会用那个我们澳本买那个澳本电剪，就有附一个那个。毛刷，那个毛刷这样全部一刷，全部的颗粒就会在上面了，非常好用。那当然不一定是用那种毛刷啦，你们有的时候可能如果家里你们有养狗的话，应该都会给狗狗有一些正常的梳子。那些梳子呢，如果说你们出去啊，狗狗身上粘了很多这种黏黏的，或者是一些鬼针草之类的，用那个梳子梳哦，其实也是还蛮方便的，很快就下来了。多多，看石头呢？石头呢？来，多来，没啥想要插我呢。来，多多，过来，来啦，进来啦，拜托姐，拜托一下，给我个面子嘛。来，进，狗呢？狗呢？进来。没有嘞，他现在可能是在看着帅哥发呆哦，还是他要从上面？从这个上面爬上来，很像是哦。苹果，你看我家大大的胸部哎，大大整个下面都，多多也是吗？来，多来，上来，来你们看一下，我们林金多的胸口应该也是都是绿色的黏黏的了，他的脚也是哎，来上来来过来，来多来，来啦，进来啦。给过来，来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林金多的哦，水哦，海苔口味的多多，而且它多多呢，因为底盘低，所以它整个下面都是。
哦，大大的更夸张。哦，看超可哦，超壮观的。你看那个是绿色的，变成重海苔的海苔口味的大大。哎，大大小心小心。哦，要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大大，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！你看看大大这个是整排的。哦，这个不行，这个等一下，大大你坐好，大大你坐好，大大，大大我看一下，等一下不要动，大大看我，大大，大，我多拍几张，我靠，啊整个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那个，哇，好险哦，好险，我们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一些恼人的东西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个回去会崩溃啊。九九也有哎，你看一下我们的九九，九九的九九比较少，因为九九还没有经过那一个区块，他我们知道的是这一块呢有这种有，哦，大大你今天有够喊没嘞，你来九九来，我大大，大大，大大你够喊，等一下你，哎、欸、那个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九九，九九来，九九来。九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九九还九九比较少一点。来，你再看一下我们的林金大，要求过来。你们现在画质是4K 的，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来，躺下去。你看海苔口味的大大。在这里，我打。我打了。有点快崩溃的感觉。打我来。大大，我躺下去，躺下去看。给我拍个照，我拍一下给你。卧倒啦，卧倒啦，躺一下嘛。他以为在玩呢。啊，算了，我们等一下直播完再拍好了。那个。要哭哦。哎，各位，在阳光下面呢，更显得尊荣不凡。充满全身是海苔口味的大大。海苔口味的大大，哇！你看这一片，哇塞，崩溃了。多多，然后我们林金多呢，已经找到他要的石头，来咬过来，咬过来，来，你要往咬过来，咬来这里。哦，看他这样就知道很大颗了，辛苦躲料啦，太大颗，不可以乱叫，我讲，你这个乱叫来爬了，来讲看下去。小心看，好，我们现在请我们两只海苔口味的天竺鼠，来，我从侧面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溜滑梯的状况。大大，下去吧，下去看，下去吧，耶耶，下去，下去，哎呦呦，各位各位。对，我们九老爷，哈哈哈哈哈，这个姿势也太可爱了吧，他速度好慢啊，小九慢慢的啊，慢慢的，哈哈哈哈，太可爱了，哎、欸，多多，你知道我们林金多这一颗石头多大颗吗？然后我走下来拿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这一颗多大颗？不可以乱叫。哎，大大去凶别的狗狗。大大刚冲出去也太好笑了吧。好，我们骗多多，其实我要把这一颗石头藏在树上，不然的话多多。咬这么大颗，就对它的牙齿非常的不好。我先稍微简单找一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啊，这个地方好了，先把它卡住。快、啊，先把它藏好，这样啊，这样多多就找不到石头了，它就不会挥我了。哦、啊，它很鲁的。好，我们继续上来我们上面的。我妹崩溃了，因为那个多多现在身上粘的那个绿色的超多，哎
那太可爱了。九九还好，因为九九呢比较少去旁边那个地方混。哎呦，我们现在要看我们九老爷哦，这边蚊子太多了，人家帮他做遮呢。对啊，我忘记喷那个防蚊液，我一直被叮。好，我们简单让他们玩一下就好了。啊，北齐大大在那边不知道在闻什么。哦，哇靠，这个蚊子真的太多了。多多，没有石头了，石头没有了。你不要再去找石头了。他们现在哦，其实等一下这个结束了，我会帮他们拍一些他们现在近照给你们看一下，看那个真的太可怕了。那个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呢，看了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。他们全身都是绿色的，变成海苔口味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大大被逃走啊！大大也是全身的，全身都是绿色的。然后回去追他们，我全身也是。等一下，我对个焦一样。嗯，对不到焦。多多，你买个锤啊啦，放弃啦。回来。哦，他很认真呢。多多现在整个下面底盘全部都是绿色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看不看得清楚。他现在有找，你是现在有丢石头、哦？没有，我把石头藏起来了，我不要让他。那个石头太大颗了。哦，选哦，这边蚊子真的太多了。好，我们。哎，过来啦。我现在一直站在这边，一直被蚊子叮，非常的不舒服。我决定要把这个影片关掉了哦。那今天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，它的封面就是我会放上他们全身放满刺刺的，来当做这一个影片的封面。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非常非常的哦，看多多，多多多多的绿色更多了哎，它超多的啊，是我刚就要过来啊。等一下，你们看一下，野生的多多来。如果它流浪很久，科技就是这样子。多多过来，你看，来过来，石头嘞。你看它胸前的绿色，过来。你看它的绿色，过来，保护色哦，过来啦。哦，多多已经是完全海苔口味了嘞。耶！哦，看这会崩溃啊。多，看好崩溃哦。过来，这个晚上。那个等一下回去呢，要好好的清一下。过来啦！哇，你真的，天哪！你去看，来了，看，好可怕哦！啊，看这些，看这些，哟哦，这个项链是什么？看，那是络腮胡，也有个夸张的呢。哎呦喂呀！我舅舅也有了哦。对啊。舅舅的也是哦。看舅舅的也是有一大串哦。一个，你看一个，超可怕哦！这边蚊子好多，蚊子太多了。好，我要把影片关掉了哦。这个蚊子太多，好，走，我们回家。OK， 好，那最后就用我们的林金多呢，来做这样就好了哦。好，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，我们要回家来善后了。哦，蚊子太多了，拜拜。